加生附子下去，这个下焦的寒化不掉的，化不掉的。好，一定要用这种温阳利水的药。那如果病人有便秘呢？因为肾主二便，好，这是《黄帝内经》的，大小便也是肾脏在管，所以你肾脏功能很好的时候，你才有便意啊，才有感觉到说，哎，我感觉我要去小便。如果你坐在那边，身上肚子是肿很大，然后膀胱都肿起来，肚，然后你一天都不小便，你说我还不想去厕所，这并不是你武功很高啊，你根本肾脏的功能都没了吧？好，这不是练武功哈，武功没有就憋尿的武功哈。好，我们练武功是想办法把尿射出去。哎，忘了教大家小便。你们哈，我们小便都要改变。好，你说老师小便也要教吗？当然要教啊。好，你男人呢就要站好，就是先不要急着去上厕所。当你觉得膀胱很胀的时候哈，跑到站在那边的时候，好吐气，好和吸气要配合很好。先好准备好，通通准备好了哈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硬把它逼出来，尽量让小便喷射出来。这是练功夫哈，可以练肾脏。那肾脏功能衰竭的时候，便意没有，好，那你可以说老师，我用细心。经方里面在少阴症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用麻黄附子细辛汤？实际上，麻黄附子细辛汤并不是发汗，麻黄附子细辛汤是利尿，好利尿。所以少阴症的时候，我们麻黄附子细辛汤里面是阴寒，病人会失眠，好但郁闷，就是一直想睡觉，对不对？所以麻黄附子细辛汤下去，因为里面是寒湿的嘛，所以一下去小便排出来，好，所以细辛呢，好本身是好利尿用的，基本上处方就是这样子。那老师，哇，是绞了外面的伤口怎么处理呢？好，因为它是糖甜的，你不要用舌头去舔它的伤口啊，那么孝顺它，啊，不需要，好，不需要，它是糖尿病的，好，那个血那个，你真的不要去舔啊，那么傻瓜哈。那用蔗糖，蔗糖放在水里面让它融化掉，好，那量你可以放多一点，比如说一盆水，你可以放个啊这个半斤啊，好，蔗糖放进去，让它融化在水里面。然后脚就泡进去，脚泡到蔗糖水里面去以后哈，那个糖遇到糖，这个蔗糖开始不断的吸，那个病人会告诉你，哎，这个厉害哦，他说你看我脚每次脚一泡进去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个龙喷出来，那个龙从里面喷出来，好，那我都要病人一天泡两次，早上一次，下午一次，好，这个开始收口，然后处方好配合这个处方，这个是基本上的处方。基本处方用的地方非常多，凡是上热下寒你都可以用。所以临床上的时候，我遇到红斑性狼疮、血癌的病人，他只要出现上热下寒都是这样子使用。好，那如果说病人很容易出血，一撞这边就淤血块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加川穹。好，这就是我处方的时候的手法。诸如此类的，好，那病人如果大便不通，这个时候你看他是这个大黄附子细辛汤里面已经有附子跟细辛了，好，你就加个大黄。那大黄呢，剂量多少？你问他嘛，一个礼拜才一上一次，5钱，好，隔天就有了，好，2钱，这样加减了解为是吧？啊，我3天到4天一次，3钱，啊，这就是看当时的状况来做加减。但是你又必须要用大黄，好，必须要用大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了解处方怎么使用的时候，你遇到再重的糖尿病，都可以帮他好，都可以治疗它，那效果都很好。那病人如果说吃了这个石膏，好，还有知母，口还是渴，那可以加瓜蒌根啊，加重啊，好，加石斛啊，这种好额外的加进去都没有关系，好，增润他的津液就可以。那病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出诊，出诊的时候，病人是上热下寒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不在乎你们病历里面写说糖尿病什么，好都无所谓。当你帮他治疗了以后呢，好，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以后，他脚是越来越冷，上面是越来越热，代表说你处方方向错了，没有效。好，正常的人呢？是上面是冷的，下面是热的。好，那诸位按照我这种处方，绝对好，没有一个不好，好，除非病人对你没有信心，好，
那现在看到了重症，重症几乎都是上热下寒，啊，所以诸位以后跟我们到美国去临床的时候，会发现到，哎，老师，你这个治疗那个严重的尿毒的处方，怎么跟那个治那红斑性狼疮的差不了多少，差不了多少，因为都是上热下寒。好，就是基本上你看这些药全部从经方来的，但是我们也偶尔抓一些药从神农本草经里面，比如他有伤口嘛，对不对？三七啊，啊，收敛他的伤口。好，那你如果说你都不晓得，那个中药哈可以内服跟外用，你如果从来没有去记伤科的药，比如说这个好那个云南白药啊，还有我们汉唐红里面的处方内容是什么，你不用记都没有关系。你说老师，这个知母本身呢，你放粉剂放到那边的话，放久病都干掉了，所以知母能够除湿。有伤口的话，一定会有湿嘛。好，黄连呢能够解毒、去热、湿热嘛。哈，那你把这两个药放在一起，不是除湿跟去热在一起吗？所以你可以放到外面做外敷啊。好，那你可以加一些，如果你说啊，老师血接啊，哈，像这种。就收敛伤口的，好，收敛，好，这个伤口的药，好，能够这个非常好，那好能够这个肌肉呢，能够腐掉腐烂的肌肉呢，能够再重生，好，都是这样子，随便开个处方都可以外用。所以说，你如果药性很熟，那即使你跑到一个小城镇里面，那有些你身边也没有药，那有些药缺了很多。你还是可以好把它很简单的重新稍微组合一下，也可以用好，就好像车子，这没有冷气的还是可以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好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这种处方我们用了很多，啊，用了很多，啊。那你如果了解这样子的话，基本上糖尿病就不会有问题了。糖尿病是这样治，好，所以我们会用到人参白术汤。人参白术汤，好，但是呢，不够，好，不够用，因为你常常会碰到病人是已经吃西药吃很久了，哈，所以你如果出诊的医生，这个人该死就是你看的，他也没有给西医看，什么他也不知道血糖很高，就是很燥渴，胃口很大，人参白术汤一剂下去就中了就好了，然后他也不知道他是糖尿病，这种人最开心，哦，那知道自己糖尿病的人最倒霉，每天在那边查血糖，好，还被骗。那这个指头砸太多，真的砸这个一砸，这个血糖又不一样，又把他吓死了，一下吓死他又自己增加剂量，哦，所以说你要看中医还是看西医，自己做选择，哦，好如果遇到病人，糖尿病的病人，手脚都是冰冷的。不单单是脚冷，手脚都是冰冷的，寒很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用当归四逆汤来做加减，好，就比刚刚的更深一层了。好，那这个好，那当归四逆汤很好用。好，我治疗也是我们治疗那种红斑性狼疮，哦，血癌，哦，都会使用到这个当归四逆汤来做加减啊，因为病人手脚冰冷。还有一种叫雷诺氏症，它就是手指头就是好那个前端的冰冷的，你看起来是青紫色的，很奇怪啊，就是前面冰冷，你摸上去啊，手是温的，那手指头整个是寒冰的一样，不晓得他练什么功夫啊，因为冰好像可能是天山来的哈，他那个手指那么冰，好，那我们可以用当归四逆汤，好，当归经方家用当归四逆汤，那如果当归四逆汤下去，当归四逆汤后面除了桂枝芍药以外，我们后面有当归细辛跟木通。那你并没有炮附子跟生附，那你当归生汤下去以后，如果他手脚还是冰冷，你可以加个炮附子，还是或者是生附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知道炮附跟生附的功能是什么。好，所以心脏当你心脏没有力的时候，你加了炮附子下去加错了，你应该加生附子。肾脏功能不行的时候，你要重用炮附子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哦，那肾脏功能到了极端不行的时候，水去克火了，火受到水的克。哦，心脏都快停了，脉没了，这个时候炮附子没有用了，这时候要靠生附子了。哦，就以此类推，这样大家就会知道处方的应用。哦，处方应用。
这个接着我们看猪苓汤，脉浮发热可欲饮水，小便不利。你看渴要想喝口渴嘛，又好口渴，小便不利。看起来五苓散是不是这样子？也是这样的症状，对不对？脉浮啊，好发热，这个五苓散也可以。而实际上这里呢，开出来用猪苓汤，为什么？因为发热，好，这个发热呢，就是已经发炎了。哦，这个跟猪苓五苓散不太一样，五苓散的发热是表症，比如说这个有点感冒发烧。它这个发热不见得不是发烧，而是因为尿肾那个结石梗在那个石头梗在那个地方，产生了发炎，身上有发炎了以后哈，产生了热症。猪苓汤，好，那猪苓汤的时候，诸位看，好，这个我们用茯苓、猪苓泽泻来把利水哈，泽泻利全身上焦的水，茯苓中焦，猪苓呢下焦的水，滑石呢。把石头沥出来，好，打碎沥出来，阿胶去止血，因为石头表面上非常的锋利，好，在经过尿道的时候会把尿道刮破，所以我们就加了阿胶在里面。所以中药是不是很人性的？但这个处方用了千年以上，好，治疗石头，啊，就西医不是你说西医科学啊，不是很好吗？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药可以治疗，好。那你如果说啊，老师，我去石头很大，这个排不过来，你错了。前一阵子一个老太太排出来像鸡蛋那么大也排出来了，好，所以我刚刚把它摘录下来，证明有多大的可以排出来。所以你说中药那么大的石头中药排不出来，你胡说八道，那个老太太都排得出来，还带尿布都，她没有力量都排得出来，她带着尿布都排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你体力很好，怎么会排不出来？那肾结石的来源，好，就是喝水，饮水。古代呢是饮水，那是水里面地下水啊，那个石灰也吃很多，就喝了以后就是石头。现代人还喝地下水啊？到山里面去打个井子喝水啊？哪那么麻烦的喝口水那么麻烦？都是自来水。那自来水的时候，你没有煮开煮熟，好，或者是这个你平常这个也会造成肾结石啊。还有呢，在美国的时候，你们看电影哈，那个他们常常水龙头打开来杯子下一接就喝，千万不要学他哦。好了，好的不学，学坏的。那个美国的水不能相信他，你们到美国临床哈你就知道了。你也可以啊，你可以去喝，然后我表演猪苓汤给你看。好，你水一定要煮过。好，那还有一种情形，就美国人很喜欢吃那维他命 C， 说吃维他命 C 可以预防感冒，可以帮助感冒。你看新的研究出来，根本就不能帮助。这维他命 C 哈，吃下去会造成肾结石，还有呢，钙片也会造成肾结石。我们中国人吃很多芝麻，对不对？以后你们到那边有，如果我们厨师很好，可以做烧饼，然后上面芝麻。芝麻就是高钙的，好，中国人吃这些很多高钙的东西，这种不会造成肾结石，但是你吃那个钙片，好，一定会造成肾结石，好，这样，所以说尽量不要去吃这些东西，好，好，所以刚刚介绍的就是已经化脓了，我们怎么处理？好，已经化脓的糖尿病怎么处理？好。好，我们暂停一下。对，下面没有了。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记住水气病脉症，哦，这个水气病脉症呢，水病就是我们肿起来啦，身上浮那个肚子变大啦，鼓胀啦，身上积水啦，哦，有的人全身都是积水，哦，有的人下半身积水，哦，有的人就是早上起来脸很大，脸积水，哦，水病。跟前面那一篇的隐病呢，差异在哪里？这个隐病的，是内发的，是你自己平常生活习惯不好。我讲过嘛，躺在那边喝水，坐在那边喝茶嘛，你为什么躺着喝？对不对？好，自己造成这样。水病呢是外来的，啊，外来的，就是表证失治。本来这个人是桂枝汤症或者是葛根汤症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呢，你遇到这个南方温病派，他就不会用麻黄汤、桂枝汤、葛根汤啊。一看，好用一些什么好这个连翘啊、银花啊、好这个板蓝根啊，诸如此类的药，那种药来是刷牙漱口的哈。那个没有办法把表症去掉，没有表症没有去掉以后，这水慢慢累积在身体里面啊，这个失治就是表症失去治疗的时机以后，才会造成水病的。好，那。这个水病呢，
分。好，病呢，这个水病有风水，这个你不要把它的风水地理哈，有风一外表的最浅的哈，风引起的水病有脾水、有正水、有湿水、有黄汗，区分这几种。好，区分这几种。那基本上的观念呢，是因为先有风水，好，他为什么这个顺序？病人有风水了，好，结果呢碰到医生，不晓得如何去治他，就水跑到更里面，就变成脾水。那脾水呢，再失去治疗的时机，才会跑到正水跟实水的黄河，就是里水，啊、哦，才会跑到里面去，就是水的源头。好，所以说你如果一开始得了伤寒表症，或者是中风，好，或者是温病的表症，啊，经方有温病嘛，我们用葛根汤，对不对？你发掉就根本就不会有水病，好，好，现在就开始呢，先介绍叫做风水。风水呢，病人的脉是浮脉，浮是不是表？脉就是表啊，他并没有说一定要寸关尺，反正脉是浮就是表。外症看起来是骨节疼痛、恶风。那诸位看这样子，一个人骨节关节疼痛，怕风吹，哦，这个看起来很像是麻黄汤症或者是桂枝汤症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风水。脾水呢，脉也是浮的，但是外症的副肿，脚踝裸，内部肿起来，按之末指，指头就哎按凹下去一块哈、哦。外症呢，这个按之末指，然后不恶风，其腹如鼓，不可当发其汗。我们的不管是风水还是脾水，都是汗解，用汗来解。好，汗解。好，中医呢，你看好几千年相传下来，我们祖先相传下来的治疗的方法，如果遇到病人有水肿积水的时候，我们跟西医不太一样，西医到现在就是一个利尿剂，它也没有什么风水脾水，反正就是利尿把你水排掉，排掉以后你不知道水的源头啊，所以排了以后水又回来，排了以后水又回来，好、哦，就越吃越多，越吃越多，好、哦，中医不是的，第一个先讲用汗法，后面一些处方告诉诸位如何使用汗剂，啊、哦，发汗的药，我们当然在用汗法的时候，一定要处方之前要先确定这个病人可不可以承受你的汗药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比如说这个病人坐在你对面，头上长了很大的疮，你已经告诉你不要用汗药了，对不对？你还在开那麻黄汤。哦，诸如此类的。好、哦，那说老师他这个疮痂不能发汗，那怎么办呢？小便给他排掉嘛。所以我们总是有方法，啊、哦，总是有方法。好、哦，那有些禁忌，大家按照经方的禁忌，你只要按照禁忌遵守他的原则，绝对不会错的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个呢，我们简单的来分析它，一个概念是这样子。好、哦，简单的分析的概念。风水的产生呢，是当一个人在发汗的时候，正在发汗的时候受到风，啊、哦，发汗呢受风，结果呢汗水不透，啊、哦，这个造成的水肿，就是风水，好、哦、风水，那汗就可以解掉了。如果是脾水呢，脉也是浮的，好、哦，这个为什么腹如鼓？脾水呢比风水更深一层，代表你风水没有治好，水再跑到身体里面去。当水呢跑到三焦系统里面去的时候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、产生的水肿就是肚子像。骨大，肿大很厉害。这个腹如骨呢，并不是说一定要肝脏、肝癌、肝硬化，好胰脏癌啊，胰脏好肿大才会有，那好好的、啊、人都正常的，那就是肚子大大的。好，我们就知道水是停在三焦里面，好三焦里面，他脚也肿起来了，好，病人呢不渴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发汗的。所以在深入呢就跑到三焦系统里面去。那如果在脾水的阶段
你又没有给他发汗，好，病呢就会再更进。当遇到什么叫做正水，它脉沉迟，外症自传。正水的时候，就是当你的脉沉，沉代表病在里，迟是不是寒？这水跑到内脏里面去了以后，造成里面很寒。好，当里面很寒的时候，好，里寒的时候，里寒很盛的时候呢，好，你的肺呢，好，这个寒重，下面都是寒的，所以当你呼吸吸气的时候，横膈膜就没有办法下降，外症就自传，就代表里寒了，好，里面就寒掉了。那老师你为什么要去啊特别就讲到里寒呢？因为我们这个里寒，我们比如说我们有麻黄附子心经汤，就是去里寒的嘛。好，我们有很多药专门去里寒的，好，一下就可以让它好。好，再来呢，如果是实水，其脉自沉，外症腹满不喘。所以实水跟正水差异在哪里呢？差异就是一个喘，一个不喘。好，那黄汗是另外的。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后面还没有讲黄汗的时候，诸位有一个概念，在中医的观念里面，肚脐以上我们采吐法，肚脐以下采攻下，如果全身性的病我们采汗法，所以是汗吐下三法，汗吐下。好，那像这种如果你遇到老师你怎么记得这个风水脾水呢？一般来说，这个脾水出现的时候，就是全身性的水肿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都采汗法。那汗法的处方很多，比如说我们有麻黄汤也是有汗剂，所以你要处方的时候，一定要确定病人是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形。好，我们可以用汗剂。好，后面介绍处方的时候，我会再跟大家来分析。好，这个黄汗呢，来源就是汗出入水中。你这个汗出，如果流汗的时候给风吹到，大表是风水。这个人流汗的时候是跑到水里面去了，所以是很多的以前摆渡，好，摆渡的那个黄河沿岸，并不是因为它是黄了河，所以你掉进去了，那个泥巴很多以后出发黄汗，不是，而是它的环境了，它是很热嘛，摆渡的时候在艳阳天的时候在摆渡，摆渡的时候它太热了，把客人带过去跳到水里面去，好，在流汗的时间，因为跳到水里面去，好。结果呢，身体里面的汗湿呢没有办法完全透出来，这个时候累积在胸腔里面，它会这个湿要排出来，结果没有办法排出来，回头为什么会胸满？好，这里要讲了，好，汗水的来源，好，汗水的源头。肺呢，主皮毛；心脏，好，就是心脏，好，小肠。我们汗水的源头呢有两个，第一个，好，你喝水下去，喝水下去以后到了胃里面。这是胃，以后呢气化上来，胃里面一气化以后哈，这个水呢会进入三焦系统，所谓三焦就是我们的内分泌啊淋巴系统，就是跑遍的，好，周围在我们脏腑之间，好，脏和腑中间跑来跑去，这是喝进去的水。食物里面的水呢，好，下去到了小肠里面以后化成潮薄跟水，进入大肠，小肠是火在下面烧，水在上面气化，这个水再回到肺里面去。好，这个呢是第二个汗水的来源。所以当你回到这个水从小肠里面回到肺里面以后呢，啊，如果你没有运动，表没有开，毛孔没有开，这个、水一直上去是不是太多了？不会。它会第一个进入皮毛，让皮肤滋养皮肤，让皮肤变得很好。第二个，水再回到肾脏，精生水嘛，好，再回到肾脏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让下堂哥再继续讲。好，这个在继续介绍之前呢，我们要有个地方要马上要补正哈，要补强一下。我们一般开生附子的时候，好，我这种体格，
啊，比如说160磅，好，170磅，我们用3钱，3钱的呢，这个是用棉布包，好，棉布包起来。为什么要用棉布包呢？因为生麸子你如果不包起来的话，里面很多纤维，你一煮的话，像那个煮烂掉以后，它那个纤维就跑出来，就汤的药上面呢就会黑黑的一层毛，啊，那就不好吞，啊，所以棉布包起来把这个纤维过滤掉。那由于我们的剂量很，这个3钱呢的是9碗煮3碗，好，所以1碗1钱左右，而不是6碗煮2碗。你如果开出去是6碗煮2碗的话，这是2钱，好，那如果说你很瘦很小，病人很瘦很小，130磅140磅，好，那用2钱，不要用3钱。那你9碗水煮3碗的时候，剂量是不是跟着下降？好，但好，所以说大家不要怕用生麸。会用生麸的人呢，你会知道治病的效果，那真的是立竿见影，非常的好哈。因为去寒理寒的时候啊，增加那个心脏的力量的时候，那个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。好，那古方古书上《伤寒论》要好，很多地方都要用生麸，绝对有它的意思哈。那个书写的那边就你不能用，并不是代表说它不能用，而是你不会用啊。所以诸位不要怕使用生麸哈。接着我们来看，如果说黄汉这个人脉沉迟，沉迟病在里哈，身发热，胸满，四肢头面肿，这个黄汉就是一种湿热，好，一种湿热。那这个好湿热，当这个人在流汗的时候，大汗的时候就跳到水里面去，跳到水里面去以后哈，这个汗水呢？停在三焦系统里面，三焦系统里面本来三焦就是什么黄色的颜色，你一两次没有关系，好，那每天都这样子，日积月累以后，好，就会出现那个三焦系统里面累积的湿热很多啊，因为都没有透发出来，就刚开始就会最明显的腋下，啊，衬衫的衣服都黄色的汗，好，很多，这就是黄汗，好。那如果说，好，这个头面四肢头面肿，好，久不愈必致痈脓，不单单是黄汗，这个句话不只是黄汗哈，任何的水肿，不管是风水、皮水、湿水啊，任何的水你没有把它排掉，它都会皮肤都容易化痈脓，因为新水没有办法去取代旧水啊，所以当你发现到你皮肤很干燥，好，不应该干燥的时候很干燥，当然呢，你如果在沙漠里面，在哪个地方很热，那是环境造成你干燥。当你在这个正常的状态之下，你不应该很干燥的时候，皮肤变得很干燥，大部分都是有水在里面哦，有水在里面。好，这是基本上一个大家要有一个好概念。好，好，好，诸位看，接着下来这个条辨呢，说脉浮而红，浮就是病在表，红好就是浮则为风。看到没有，红则为气，那风和气相搏，风强则为迎诊，好，迎诊这句话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这个迎诊呢，我们前面有介绍过，什么麻黄加竹汤，好，麻黄加竹汤，那这个本来就有这个皮肤表面上有流汗，流汗的时候就吹到风，就好像我们常常说，你在运动跑步跑完以后呢，就身上正在流汗，那你口很渴啊，看到前面有个 7-Eleven， 你跑进去，里面冷气，然后你又在那边排队等着买那个可乐，好，或者珍珠奶茶，结果风在那边吹你，你在那边流汗，冷气一直在吹，迎诊，就是标准的麻黄加竹汤，啊，麻黄加竹汤呢，对那个荨麻疹很多皮肤的红疹。过敏性哈，气候改变的时候过敏，还有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子一盖，身体一热就开始痒，这都是麻黄加竹汤症。哦，那为什么身体热会痒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你毛孔没有打开嘛，皮下有很多的水，那你一盖被子的时候，身体一热的时候皮。